这个呢就是我们红锅的招牌菜，状元过桥米线。我们先来放生的东西，蛋、鱼、虾，还有 squid fish。接下来呢是蔬菜类，这个豆苗、榨菜、韭菜、青葱、蘑菇片、香菇片、豆腐皮、虾扣、火腿片、炸肉、花生，最后呢是我们的面。好了，一碗香喷喷的过桥米线就好了。